我们是蜜糖少女303。我是张一凡，真是猥亵，我就这个声音说话。我是硬糖快乐忙内快乐小老七，是大家平时的开心果。然后临近毕业的这一个月，又变得爱哭了，录歌的时候会哭，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爱哭。我不想和他们分开，我们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我是刘仙妮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刘仙妮。首先呢，我特别特别感谢这两年以来陪伴我的姐妹们，也许在我们毕业之后可能各忙各的，但是我希望我们还能一直保持着当初的梦想，不管以后就是大家变成什么样子，但是一定要记住我们七个人一起奋斗过的时光，一起拥有过的快乐还有美好。谢谢你们，爱你们。大家好，我是赵乃馨。Hello， 我是你打算留下的赵乃馨。这两年对我来说呢，也是很美好的回忆。第一开始呢，就是觉得会有一些语言障碍吧，但是呢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都一直陪伴我吧。我们一起过困难的时候呀，一起累，一起哭。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一辈子肯定没有遇到这种时刻了。所以说到这个未来会来，我会不会害怕？我觉得我自己本人不太害怕了，因为大家的爱永远都在。好吧，爱你，就这样，谢谢。阿里个东森么子的考不成。我是硬糖少女陈卓璇。我是硬糖少女303的陈卓璇。这两年要做很多曾经害怕的事情，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做不到的事情，也是未来或许再也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。但硬着头皮去做这一切的时候，从未后悔，因为我们一起经历的这些泪水和欢笑会印在我们的身上，成为我们七个最独有的图腾，提醒着我们要一直记得彼此啊。Hello， 我是硬糖少女303的王一景。Hello， 我是硬糖少女303的王一景。可能这是最后几次说这句话的机会了。其实心里面怎么说还挺复杂的，可能以后都很少有我们七个一起唱歌的机会。怎么说呢？不管喜欢不喜欢最后一张专辑嘛，就是都是我们。里面藏了有很多我们想跟大家说的话，跟我们七个彼此之间想说的话。可能以后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做女团的机会了，对，就是这是这两年真的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段记忆。大家好，我是硬糖少女303的赵月。我是硬糖少女303的赵月。然后在这两年里，然后跟七个人一起过得非常的开心，会遇到很多开心的事和不开心的事，有顺利的事情，有不顺利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在这两年里学会了如何在顺境的时候向前奔跑，也学会在逆境的时候提炼出现在的一些经验，更加的去理解到未来想要些什么。然后呢，也是靠着大家的陪伴，也渐渐的觉得未来好像没有那么可怕，非常期待未来马上到来吧，希望大家的未来都是一片美好。大家好，
我是硬糖少女303的西林娜一高。这两年说快也很快，但是仔细一想，又有那么多回忆。这两年的经历带给我太多太多的影响了。硬糖少女303，有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在网上或者是在外面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会很恍惚，我会想啊，这个女团我是她的一员呢。我想两年前我们刚出来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，不会拍广告，不会对镜头，而且一开始走机场啊什么的，如果不跟成员一起走就感觉很慌张，太习惯有彼此的存在了，就是那种你一回头他们就在身边，不知道以后要花多少时间去习惯没有他。谢谢硬糖少女303，谢谢你们每一个人带给我这两年的爱，我真的成长了很多。我希望不管过了多久，我们还一直是我们。嗯，爱你们。若是梦，我愿一起去追；若是风，任它肆意的吹，就算痛，也有彼此安慰。少不了谁，是你在对，会受伤，也会偶尔犯罪，会大笑，也会擦掉眼泪，是骄傲，让我从未后悔。万丈光芒一起飞。我们是硬糖少女303。